在面临新冠肺炎的这些日子里，我们可以理解您会感到焦虑、压力或者孤独，这些感觉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 CalHelp 提供必要的资源来促进心理健康，像 Playbook 这样的资源充满了压力管理技巧。记住，通过与朋友和家人保持社会接触来缓解压力，善待自己的身体，请访问 calhelp.dhcs.ca.gov 与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士联系，希望伴您左右。